双层布料，所以它蛮挺的。然后它的那个领口的话，它是做的比较宽松，但它是因为它是双层，所以它还蛮挺，而且它完全不会贴那个脖子。近色就是加大的，所以如果就是可能跟我差不多身形的女生就可以拿加大，然后可能加大就是它会像这样会比较宽松一点点。然后如果你要合身的话，可能就是要再就买一般的，就是可能会比较贴身型。可是如果是我会选加大，因为它穿起来比较就是比较舒服，比较不会那么背，因为它的弹性可能就是这样，很像棉 T 的那种弹性这样。刚刚阿妮的空间这边就会比较大一点点，那我的呢，我穿起来是正常 T 恤会有的那种宽度，剩一点点。像一般码这边，我觉得他的手他就是比较贴，他就是没有再有空间的那种，他就比较贴一点点而已。所以我会建议，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比较肉肉女生啊，你可以拿加大的比较好。